带领来帮助你走成功的道路，走向成功的道路。一个人若是拢会将伊敌人啊，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、来面对来讲，就是积极角度，用一个好的看法来看伊敌人来讲，伊敌人啊，唔单止唔是你的阻碍，反对是你另外来，因为你敌人就是帮助你更加勇，帮助你更加牛，帮助你更加厉害，帮助你更加细，好叫你更加坚定行到成功的脚步。阿妹咯，唔是阿叔啊，阿叔要讲。成功需要机会，那还是嘛？你买几张票呀？机会是人会找来，那是人会找到机会，才自然找到咯。你孤单人来自然的，我俾佮你讲张票呀。机会是到你上帝面，阿咩？唔单止上帝有机会啊，魔鬼也有机会啊，唔是啊？啊，我老是来叫字，我是来叫咩标？对不对？他们是来做派成功，那个是魔鬼害的机会。但是魔鬼害的机会跟上帝害的机会有很不相的。魔鬼害的机会到了尾来就为你命，上帝害的机会呢，圣经讲上帝祝福是无错掉优秀的，意思讲上帝害的机会是让你免烦恼的，让你赚到真正平安的，这就是无相的所在。那成功是需要机会，咱看安怎赚到这机会？阿妹侬，阿叔啊，来看《创世纪》24章头一节到到17节，《Genesis》《创世纪》24章头一节到17节，《Genesis》24:1-27。咱看这圣经在啊，那这段圣经在哪来的？就是咱个这里啊。阿伯翰生了一个囝的叫，名做以撒，还是百岁生了一个囝名做以撒。以撒大汉了，阿伯翰就老了。阿伯翰就希望讲伊囝会通教伊成家立业，去找一个富婆。那阿伯翰在你乌尔的所在，你开了外万人在那拜拜的，无一个拜上帝啦。你那叫希望我爷囝娶到好某，但是话咱做事大人都未去啊，要想指导、想教导，做一个好的榜样，让你囝娶到一个好某。那是无你囝娶到是金头鬼，就死个一排汗，你知唔知？所以咱要娶一个好，伊阿不然希望伊爷囝娶一个好某，伊要交代伊一个老父亲、老丈人，伊讲无论安怎，你都要娶我爷囝。可以追求的金榜位啊，娶一个敬畏上帝的查某，就是我的亲戚的顶的敬畏上帝的查某，来让我的囝做某，好叫我老去有后代。哎呀，你知嘛？大圣经开始啊，咱看啊，阿伯读大圣经就来。阿伯喊下年纪老了，将来一切代志上要我拢舒服去。阿伯喊对管理伊个专业个对老个仆人讲，请将手放到你块大腿个底咧，安尼大腿个底来捏咯。啊，这是古早人手抓个一型啦。那咱福建人个手抓上个叫做针白金，哎呀，老人未晓啦，老厝未晓啦，针白金哇！你看我啊，你看我，你看我，哎，针白金是啥物事啊？唔知我同人家搞嘅，即係講針病機、針病機，我聽咧就得先知走病就見啦。我哋手做一大病嘛，嗱，依家嘅手做是將手放到你大腿嘅內了，叫做手做。你哋好好聽我講，你哋答應我三大字，啊，嚟答應我唔想講。我為你記了謠話，天地主起手做，唔通為我嘅囝娶一個家地嘅查某為婆。你要对起我的所在，我的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囝一层娶一个某。伊老父亲对伊讲：，若是讲这查某唔爱对我来安怎好，我才要将你囝娶到对原来的所在吗？阿伯喊对伊讲：，你要小心，听我讲，唔通娶我的囝去，我的囝未使去的。最后，这个接后代的，你未使为真做嘢了。总之你要娶伊某，对人是娶的，惊去你知道？无人怎要答应我这面嘅？
边过来讲，要把天地主曾经创了我离开位，这里啊，老白处就是我的本职啦，我的根本啦。对我讲话，向我亲手抓讲，我要将这地予你后代。伊在到财经书家在面头前，路都会在调大起边为我的囝娶的某。那是咧查某歹对我来，我就将我的手抓咧就无关系了。伊家伊老人讲，那是讲不起，迄边无查某要对我来，无查某要嫁我来，囝，这个手抓就搞无关系了。那是讲，迄个有查某要娶来，要无论安怎，你袂使将我的囝娶到对应。啊，这是当时伊家伊老人讲的话。圣经来讲，就记载讲，伊老人就将伊手放到伊主人个脚下的大腿下底，就为了这个代志起了手抓。迄老人就带伊个主人骆驼捡了十只骆驼。并且娶了伊主人各样的财物，都开始往米索波那边，就是伊个东方的其他，到了一个所在，就是叫做拿赫城。天一暗一点声，就请一个查某出来饮水。伊就叫伊骆驼跪落伊城外口的水井里，伊就讲：亚华的主要不然神啊，求汝赐恩，予我的主人阿伯拉罕。好我今日拄着好的机会，大家不讲白话，白话来谈来。好我，今日拄着好的机会，拄着好的机会。后壁咱的工人，伊祈祷上帝，给伊好的机会。然后来，我现今就徛到这井下边啊，城内面的这个百姓啊，是查甫人装装出来夜水。我若是向夜过来一查甫讲。你会使给我水啉无？伊若讲请啉，我阁甲伊吐个骆驼啉，你查某就正正是你嫁来给我的这个主人以上的某啦。安尼讲，我就知影有私分，给我的主人会出来。话未讲了，都有一个人，来有一个查某来做礼拜家，用长镜头端了一个。水管来，李百家是比土利所生，比土利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伯，米家的查某，你查某真水，佫是一个查某囡仔，袂甲人亲近过，伊就落到这边就堆满了水，就行起来，伊老婆囡仔走过去，伊对伊讲，请你将管内面水互我啉，会使无？你查某就讲，我系主人请恁，伊就赶紧放落这个罐，就金了手金了罐，然后喝，阿不然喊你老婆饮饮水。这查某喺饮了就讲，我阁为你骆驼也水，好叫你老婆饮饮阿爸。伊就赶紧将罐倒落去，这个水桶，咱叫水桶，来到是唔是偷一个走啊？人饲马用的啊，你走啊，啊，倒在你边边。后来老婆走去井里面舀水，伊就饲饱了伊的骆驼。那迄人都真用目睭看到伊出汗，无够知影讲摇滑吼，伊痛大个骆驼。骆驼哩了，伊就摇一个金环，但我识起咧五个，咪是金手环啊，但一个啊，暂时识起咧何。那个查甫人就讲，请跟我讲，你是一个查某啊？你老爸厝有大个所在无？那个查甫来讲，我是离家拿好个囝，比土里个查某，我厝内有一只坐草苗个大个所在。然后那个人就砍咧阿头，甲摇华祈祷讲，摇华我厝人阿伯喊你先是应当正常个，因为伊无停个用慈爱心思对着我厝人，告我。要我在路边带我去到到我的主人的兄弟那边去。那这位，咱平安好几多？只要说，我求求你圣灵开我的这位目睭，好叫伊人明白你话，知影讲机会是决定你未来的。感谢你好几多，奉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故事讲了，你看到一个故事里面，你看奇妙代志，我圣经里。
那亚伯拉叫伊老父亲，伊为伊囝娶某来食，加起酒桌，这个酒桌真重啊！这个酒桌就是讲，你在那边答应我，无论安怎，我做袂到来讲，这个酒桌其实就是酒桌诶。这个酒桌，这个酒桌的领导人，不是。那是讲个查某，那是讲卖对不来啊，这个酒桌无效。那是查某，那是讲你无意外囝娶一个某，啊是讲你意外你要娶，你若无得意外话娶这查某起来讲，那样之外，要注意一项物件，这个酒桌无法升到你的老婆子身躯。那这老婆子是娶一个恶人，才沉重的心情，或者惊兄的心情，去为着伊主人的囝娶某的。那去到一个城的东西啊，头条乌尔搞到边，搞到伊的这个江边的所在啊，唔是。是路子的教会可能行娶了骆驼，娶了人啊，是鬼鬼子文界教的所在，你知道？那其他咩东西啊？一个城鬼查某，鬼大鬼查某，要见到谁？唔知到谁？那不要紧，嗰个钱变鬼大鬼，嗰个钱是好的，嗰个钱是歹的，侬哪会知？那不要紧，阿伯要要求，但系要见会主啦，见会主，但系都是阿伯啦喊下上一个。兄弟呀，把那个敬畏上帝嘛，对不对？都是奇妙的代志发生。当这个老伯人祈祷的时候，唔要唔再做，伊只有做上面件是啥物？祈祷，大家讲祈祷，大家知嘛？祈祷都有机会，无祈祷都无机会，阿咩咯？伊就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你帮助我，甲救恩待我，我系主人，俾我喊你，今日救恩待我。你让我今日拄着好的机会，人了的东西，今日拄着好的机会，我找着对的人，对的查某，娶对好我的主人。然后，伊祈祷内面，人即老好人啊，啥特别？伊唔是咱祈祷俩，伊要采用这是机会咧，伊条件主，要主啊，哪里找查某内面，把你夹住，我看到了，求主你让我，那是讲去找一个那边的查某人。叫伊给我流水，伊答应我诶，迄个是你机会啊，你给我诶是机会啦。但是无听到这边哦，那是一个人去要求一个查某来流水，一个无共我做嘛，是不是喊人伊搭白手嘛？但是佫第二句伊讲啥物件？伊讲，那是讲我啉了了话，迄个查某愿意来饲我十只骆驼诶，敢知嘛？这十只骆驼无简单啊！骆驼啉水，佮啉水无相，你知无？你啉水是啉一口嘛？骆驼有两粒山个嘛，食鱼。那骆驼食个款个，伊食草也好，伊食鱼食物件，伊食物件。伊啉水个咧山块个所在，伊要载人，伊要行长途。所以通常伊啉水是啉两粒山个满，了饱收着伊才冻，正袂热。无啉水个，安尼款个了。一直倒啉着啊，是姐姐的啦，那是无错啦。啊，这个神学家研究圣经，那古早的天啊，佮你水一罐一罐一罐罐的水，也攞你就下了，但咱水出来呀，你天，佮你做一个人啊，一只骆驼啊，大概就要啉，食三至四个人的水，完到只骆驼里。你要十只骆驼，去水岸，要啉几个人水？最少要30-40个人水。那乡亲话，你超过水哦，你全部井就我大过啊。古早我大下位东西啊，我实际上就超井水了的。有人听讲超井水，超高起袂起哦，你知？迄井水是落高咧，浅浅可以用来烫瓜子落去咯，浸咯，哎，拖起来。你拖个五桶的点子，你系系穿着人哋，喺度拖30-40桶，30-40个咧嚟穿，那是唔是一个骨力查某，唔是一个好嘅查某，唔是一个良善嘅查某，唔是一个真正清采嘅查某啊，无随便人安尼骨力咁做嘅啊。那老婆子咧就开了一个条件，互相地坎坷做嘅，用主啊，啊，何我拈花舌啊！但是我叫你給我知道一個證據啦，我這項工作做的工作，那是來面有一個查某管理做啊，伊就證明講這是有經來給我的主人。然後這麼多查某行到一個，這麼多查某
上水了，一个查某扛了一个水管，犹太人扛了面的嘛，对不？扛了水管，也是摇一下，摇一下，回来也是摇一下，回来啊。伊就看到这个查的查某，本来这查某就是李白家，就是把刀一甩摸，你看你想我水灵？哎，李白讲一甩就多水灵。无等到这老婆子啊，开声讲要饲伊骆驼啊，伊家己开声，伊讲要好你咩个食？我教你骆驼，好你骆驼啉水好无？哇！这个你听来就特别感动的话，伊想到，伊就一汤一汤的款，安尼烧水给骆驼啉。这老婆子就看到伊目内，哇！这查某物件，真水，佫真好，佫娇娘，我甲煮几多会闪闪的发生，我相信是哦。但是伊都无出块命，伊都问这查某，佫是一绝招啊！真会啊，我知啊！聊起来啊，原来是阿伯来喊的老爸的兄弟的走啊来啊，进亲来啊！我一跪到大喜啊，一跪到感谢主啊，感谢我，感谢主啊！因为你看过你目前有天用慈爱的圣事传了我你目前，然后在路顶去传了我的教家，我系主人的兄弟来去，那兄弟咪好妙啊！这个机会啊，是人找来还是上帝好？上帝好。所以我讲个机会，机会不再找，机会一来，大家来看，机会是大啲上帝安排嚟讲，机会是上帝安排嘅。咁上次话诗篇第十五篇第五节到到第七节，诗篇十五篇第五节到到第七节，这边讲。唔通将你夹下挂，唔通夹起佢，但是阿妈本来讲话，因为夹挂佢嘅唔是在啲东西，在啲南嘅所在，来南平来，为有妖华决定河南，加路加河南夹挂。那圣经里面做事人经验陈大志，如果唔通读个出，唔通上好正教，因为。你机会也管我，好事谈到足好福气，唔是多啲淡饼细饼烂饼嚟，乃是由我决定何时能起，何时落。这个圣经意思就讲机会上两摆，唔是靠你教嘅。嗱，这只借教嘅人啊，他教邪人啊，靠好嘅圣经人，有头脑嘅人，唔一定是好事啦，是唔是？有的人讲戆戆食耳光啦，是不是？啊，即讲系耳光就是咱上帝啦，是不是？那伊方面讲未啊？就是伊一世人好事啊。那但人讲有名利，有名利，有名利，其实我讲唔是有名利，是上帝决定这人好事。那有几位？就按咱讲来嘅东西啊，机会唔是咱有在度吹来，上帝安排，意思是讲吹到上帝，佢就有机会。如果是行喺上帝心里面咧，啊，你就。安排上帝安排你好的机会，你行对的路，你知？上帝安排你好的机会，大家知无？所以咱要做啥物件？其实咱是靠咱家己的力，也毋是靠了咱的本事，咱是靠了上帝安排咱好机会。所以，但只不过靠你靠基督，靠基督来过生活，叫做安排你命，叫做安排你生活。那是你愿意将你生命交予上帝来讲，不过讲上帝从你丢丢的所在，就像这阿伯遐个老牧人呢，伊都看无，伊也唔知，然后伊个表经，只叫人完全无一个本事去做一项，一个伊个主人叫伊做一项做的物件，但是上帝就是咧奇妙，一步一步错到丢丢的所在。无了精神，无了精神，无了财力，无了能力，一整天将伊带到阿伯拉罕的这个亲戚的厝内，带一个某利百加，予伊会惊。那有之外，这特别的代志发生啊，唔是人做出来，圣灵讲讲明啊，是上帝安排。所以有之外，咱无通搞的，就真死开。只靠了上帝，真正人只话伊境界改变，唔是搞改变，是信耶稣来改变。我一个兄弟个咧讲无话，做生意啊，做来做去做表示，做表示，
做个清清爽爽。然后就欠费，欠到要倒位啊！然后这个人所谓信仰耶稣，信仰耶稣也是自己开始就样样挂不住，对啊。有人就介绍伊一个生意真大，中国的生意，这是伊讲我听天真的。其他中国做这条生意真大，你一刀的本事，我连一刀一刀啊，那是无事啊，本事一头了啦，一世人白白去种啦。一起家的一点在吃嘛，打一点子啊，哇！一枪那一点子啊，枪都别了，枪都别了，不过那平安，一对来叫做兄弟啊，这兄弟你是熟的兄弟啊，伊跟我讲啊，这兄弟咧有一个分辨出你的雷公叫一看吉祥哪里的，然后这个兄弟把伊的伊就是教会内面的兄弟就叫伊祈祷，这兄弟祈祷的点子咧，伊就该讲一句话，我枪一个合同的点子咧。我看到这合同的人，签合同的内面的人的衫个了，这才是伊签合同的这责任嘞。你后尾有一个真大的乌影在面，来个伊个讲一件责任物事嘞。伊个讲在签的合同里面是是有平安的。那伊合同伊签到安怎？伊个几多拢做了个问我写的个罪，因为我安怎要将个命交在你手中？我咁卖这个生意，但是我已经签了，我唔知咱做个错，唔是为钱要拿走。签了合同，你未使违约，你未使，你未使 dissolve 的 agreement 的。你若是讲破的 agreement， 你就赔个销，赔个老头了，赔个破产了，输输个破产了。伊就几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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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东西啊，都要开始成立去做钱啦。中国那边呢，甲这个银行，马来西亚银行就听讲是要开一个三所来外国的 account， 将你放回来，将你回去。哎呀！搞到这几年，这抗战的东西啊，这边银行啊，这边国家银行买出手，买出手嘞，中国的银行的条件，你嘛都对家的哎，你们想讲卖了卖行了，这边买出手还是坏事嘛？所以讲嘞，无其他生意，我以前怀疑哦，无其他生意啊，伊唔是激死我，无其他生意佫真欢喜哦，平安。但是伊大事当然无计嘛，那伊本身都是面对要破产的情形，无无理嘛。但是这生意无咧，你讲接了这个机会，就是对贵啊，落去中国贵啊。哎，你办了一个新的朋友，介绍另外一个主意的生意哦。但这个主意生意啊，伊白晓做的情形啊，包括买这个主意生意啊，还好些嘅，肯定好些嘅。所以我讲，今日嘅牧师啊，听见啦，我同你嘅生活是苦主，阿超人教人咧，吃人咧，食啲人咧。有知识啊，做大生意，但是伊想一个金仔，想到一个衰伫外口人看鄙视的人，还是戆人咧，日日讲几多几多几多话无助话无助，几多几多几多话无助。他们说呢，因为这个人真正把对上帝了，知影真理，伊知影怎物件，机会不是靠人，乃是靠上帝。机会是上帝安排的，阿妹哦，阿妹想你话，你来讲吹到耶稣的机会，阿妹想你听来话，机会是大地主的官兵，第一个机会是大地主的官兵，啊，罗高英的头条过着一阵，到尾过着几阵，听人讲，罗高英头条过着一过着几阵，听人讲，伊用。伊个手来行大个弯，迄个骄傲个人啊，心内乱想着被伊赶走，又分辨叫人是非，又比叫比贱的也关。哎呀，怎办？这边看到个机会啊，一人起落啊，是大个手做个手来，是做个分辨，唔是你分辨。这边讲，上帝将一个官位的人拿下来，上帝会将一个卑贱拿下来，卑贱人拿下来。从这边来看，长的呀，机会是在上帝手内面。从这边你就看到长的呀，圣经内面在你圣灵记这边讲，凡若遵守遵行上帝诫命律典。伊要叫迄条人下官，
无徛起，做头无做尾。那这边是在了，讲的紧密的交代，的交代，心灵的交代，的交代。今天那是讲路徛一个官位是上条路，因为圣经内面在信仰圣经内面讲呢，你讲大官位的人，拢总是上帝所安立的，上帝何以官兵？今日你看这世界领袖上帝何以官兵？上款上帝教了用啥？伊那背叛上帝的，暗中啥上帝来教来？今日咱本来说就是讲你是上帝的官。你看到这证明得了，那姊妹就看到明呀。你看到官位、阶位也是上帝按照伊的旨意来教你。意思是讲，这物件你唔是去对官位、阶位，只是咱用手段、用这个方法、用关系去追求势力、追求伊的地位、关系。但系姊妹要讲这物件，趁未着，反对谈落来是无效。这人若是讲，会晓靠上帝、敬畏上帝，行到伊的旨意安尼。这条人虽然是假话，伊也变作官位啊。那是一个人在你官位内面，那是讲伊得罪了上帝，上帝有权柄将伊揪来，喊物件拢无。听清无？哪个会敬世人？今日咱是不是？愿意敬畏神对上帝话听，若是咱敬畏神对上帝话听，这是圣经内面应允上帝的种戒规变作愿意。所以讲咱这生活，咱这话要靠啥物来过？就是靠上帝话来过，对了上帝的旨意来行，对了上帝话来行，可以来传念一声。我讲讲之外，你免惊，因为机会在个路。机会在你上帝面，你若敬畏上帝，你就有机会成功。阿门，弟兄们。所以看到今日来我教会内面啊，遮济人姊妹啊，你看伊当 manager 啦，有诶是 engineer 啦，有诶是一个有头面细来人啊，我甲你讲来下姊妹，伊当敢若其实啊，真正是无半片。包括我家己本身，因为我白白大汉拢知一个，但是俺做家己，往家了读书个内面会好势起来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伊人会晓敬畏上帝，上帝兴起人念啥物，托伊人干贵个面，为伊做干，会描主个名。但你即话，你一世人个心要追求啥物？其实一世人个心就是追求敬畏上帝。你若敬畏上帝，在你做的心内面，我甲讲，弟兄姊妹，做头不做尾，徛官不徛地，这是上帝托你的结果。听你我甲讲，弟兄姊妹，今日你生命找到耶稣，就找到机会，因为伊是有官叫人是位，免叫人压官的上帝。今日弟兄姊妹，今日你敬个面，你敬。找机会，也是敬找上帝。啊，这个要吃清楚嘛？你若敬找机会，你一世人找无机会。因为若是讲敬找机会来讲，这个世界若是讲有机会要找啊，达人比你个高个，比你个细个脚步，比你个紧个，伊找个了有。假如若是敬找上帝呢？你达达真是要去的，我是单调声声，上帝听讲，阿妹，你看这个圣经内面，圣经内面，当你来往记上诶，上帝记上，甲甲上帝记诶，所以一直来往是上帝定，甚至太往你是上帝起来。刚刚这一讲法，当一人敬畏上帝。上帝派智慧向好，当伊人离开上帝，那下之外，伊人就失去伊人的安慰，甚至伊人做灾祸，做伊人国家的人的生命。我这边都看到圣经教导咱啥物事？教导咱机会是上帝的管内面，
所以咱要要找物件，啊，即款，其实咱不是要去找机会，机会找袂到，去找着上帝，上帝决定给你机会。啊，即款，在你工厂，在你生意场，在读册所在，在你四周围你生活所在，你靠啥物来过？包括讲咱所信主的人。家己做个旨意啦，免去靠人，是上帝好人，上帝带领你找着对个人，上帝带你去到对个位，上帝带你到一个坎站，予你有利益个所在，上帝将钱财交到你手，上帝予你机会，所以你靠啥物？百分之为着你生命来祈祷，百分之为着你家庭来祈祷，百分之为着你生活来祈祷。佛祖一步一步带领你行。我甲你讲，兄弟姊妹，咱讲路免正，是路的就是路的，唔是路的就是路的。上帝人决定要让路，无人会行走，你相信咯？上帝人决定要让路的，无人会行走。上帝人决定歹让路的，但是话咱免对。上帝知影对咱无好，所以常常讲一句话，我去出来提醒啦。那上帝好诶，感谢主。第一讲上帝好诶，感谢主。那上帝卖好，好加感谢主。第一讲上帝卖好诶，好加感谢主。阿妹侬感谢主啊！上帝卖好，你讲是卖好，你几多咱是无赚，就是意思讲赚了，我无好过。赚了，我烦恼，赚了无用。所以上帝知影啥物物件好你最好，啥物物件无好你好加好。因为咧，我当初信主的人，只要大人清楚知影啥物件，常常感恩，贪着也感恩，无贪着好加要感恩，因为迄个对人无好个。但之外，这是咱个上帝，你记啥物件，咱个上帝信是上帝，伊别予咱无好个物件，伊偷偷予咱讲是邪恶个物件。等于讲等，等者，还未到当时啊！哎呀，姊妹，就是还未到当时啊！人等，到了当时啊，伊还啦，后尾啦，来最后咱来看咧，最后咱来看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到第七节，即个人讲，机会是等，是带伫上帝当时啊！来讲，机会是带伫上帝当时啊！彼得前书第五章六七节，彼得前书第五章六七节，这边讲，所以我们家己谦卑，福予你神就带领咱的手咧。来讲教了点声，伊也叫救汝生还，汝要将咱的烦恼交予伊，因为伊看顾汝。圣经清楚来讲，教了点声，反正机会不是还未来，你知道。机会不是无来的，就是点声未到。大家讲点声未到，那咱人是急啦，人通常是急啦。哎呦，未到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都无诚意，是不是？人是急，哎呀，未声到了，都无啊，未声到了都无，有啊，这样子。那鬼子就更多人知嘛。凡事不是无机会，是阿未。因为机会要看上帝点声，才奇妙了。上帝要给一个人机会，给一个人祝福点声，是要看伊到了一个条件，甲这个身份来接受这个祝福的。阿妹，那时机是真重要的一个，后面物件要看台面的时机点声，时机。当你钓的点声。做对的物件，伊就达到成功效果。做你对的点声，做唔对物件，人之外，就失去了机会。做你唔对的点声，做对的物件，迄个结果本是无好的。所以时机才重要，做对的点声，做对的物件，做你对的点声，达到对的物件才重要。
一个人十七八岁就有遐，我讲讲是好事咧，唔是好事咧，伊生命不了了。美国一个歌星啊，叫 Justin Bieber， 保罗是伊个呢，但是真系生活了了。你记得古早做 Home Alone 的囡仔 ，Home Alone 的囡仔，我唔知叫咩啊，我都大汉拢生条囝。未到十岁啊，就好嫁啦。但是在大汉都是好嫁，但是八弟乱归查某查某生活，嫉妒，生命话，后尾输咧，小事还好嫁，好嫁做咩？好嫁就生，哎，怎么？早落日有一个中国的大贪官就了，啊，这算是一个啦。啊，你不使去传真啊，借中国的贪官，伊拢红得好嘢。因为加拿大投资中国的点钱，食你一家家用，真正好嘢，好嘢奢华音乐，好嘢啦，但你贵是，这里是贵死嘛，对不啦？这里官啊，这到底是省长啊？你看伊变啊，斯文斯文的，看那高雅斯文的面来啊，对啦。伊个目标啊是甲一个一千个查某过，在你五年来，每一个查某原来啊不要的，佮写到伊个原来，佮收伊人个这个啊，伊人个伊人个毛啊，来一只雕雕雕啊，去拖开来看咯。那这人好呀，真好呀，交个贵人咯，对呀，完全没养过。那你怎卖？只这时阵啊，有个人变成乌鸦。无好嘢就整跌，好嘢你就话啦。还是咱系硬啊，嗱，无你咱希望去趁钱累是不是？可能对还是啊，喺你趁条累呢个决定啊。个运气硬，但无趁累点啫，较好运趁累点啫。无趁累点啫，是硬，趁条累咧，但系硬是硬啦，怕咩啊？但是话，这世界啊，含困难有啊，人讲钱比钱怕鸟人，听袂听无？有个人个生性啊，上帝知影，我做咩管家这个人，管家甲一个情形，交个一个条件，话得错。那是无小诈作伊来讲啊，伊会累哦，所以无趁做，运势是应该哦。人讲解释哦，对不对？哟。一位人啊，会，伊会晓安怎，即叫人，伊本身安怎来会晓来祝福人，会晓行良善的道路，啊，要说因为够条件，才能这样做。但是话，机会是看点声的，唔是看哪人的点声，乃是看上帝点声。只要这时阵咱急。咱爱斤斤，但是斤斤不一定好个地方。可能对狗要点声，上帝机会点声，迄个是最好个时阵，对向好，带你祝福你个机会来临。啊，做你几多道，咱要做咧，就是要学安怎等上帝手做工。第一个，等上帝手做工，等上帝手做工，免急个。要何路的，也要上帝安排，阿妹咯。咁就教咧，咁先上条路群规，教咧咁先上帝坐到吊吊嘅所在，教咧咁先都吊吊嘅人，教咧咁先咧，对生命就改变啦，教咧咁先就向落啦。睇你之外，即系上帝要看人，所以咱是世人爱啥物，敬畏上帝，对伊嘅话听，顺伊嘅旨意，担伊嘅东西，阿你可能生命就改变啦，阿妹咯。啊！只是咱要做个啥物啊？只么呢？咱要做个啥物？互主来安排。第一个，互主来安排。按照主的旨意。按主的点声。够不够啊？来，互主来安排。按照你的旨意。按你的点声。按你的点声。机会就来了，感谢是不？啊，我最听听，阿伯，感谢你，是不？